说吧，你又找我干嘛呀？浪漫哥哥，我想跟你结婚。什么？结什么婚啊？我为什么不能跟你结婚啊？赵小雪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喜欢顾雨，咱们俩结婚谁信呢？你爱喜欢谁喜欢谁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我以前可说过。 你最好不要做让我觉得不高兴的事。证据啊！我之前虽然销毁了，但是保不齐哪天他自己飞出来了，说不定啊。你爱喜欢谁喜欢谁，反正我就是要跟你结婚，办法你自己想去。 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你真的喜欢他，你这混蛋！萧雪是谁啊？她是你妹妹，你让她……爸，因为谷雨的事情，我耽误了这么多年，我现在也是30多岁的人了，我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家，而且现在的战事越来越艰难，说不定哪天我也为党国效忠了。难道你希望咱们欧阳家无后吗？ 年轻人的事情，我现在是越来越搞不懂了。谈情说爱没问题，不能胡来嘛，对吧？欧阳伯伯，你的感情的事儿也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。不过这事儿你别怪大满哥哥，不全都是他的错，我也是有责任的。小雪啊，我今天。 来找你啊！我就想让你当面跟我表个态。你真的愿意跟大满结婚吗？欧阳伯伯，其实这些年我一个人在外面，流离失所的，我很孤单。尤其是天一黑的时候，我自己经常偷偷的躲在被窝里。 一个人哭，欧阳伯伯，你不知道，我多希望我能有一个家呀。可是现在日本人打到了家门口啊，就算你们俩结了婚，也不可能有安定快乐的生活。欧阳伯伯，对我来说，能跟你们永远在一起，就是最安定最快乐的生活了。我不怕你笑话我。 我愿意跟大满成为一家人。就说你同意结婚，我听欧阳伯伯您的。哎，我还记得啊，当年你们家出事那天，大满把你抱回来。我看着大满抱着你，我当时就想，今后如果有可能，我就让这两个孩子在一起。 让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。那天晚上的事儿，我印象太深了。我记得我就一直在哭，哭得特别伤心。是大满哥哥把我抱回你们家，一直给我讲故事安慰我，才把我哄睡着了。哎，我怎么记得？我这脑子现在不好使啊。当时给你讲故事的是小满吧？啊，是啊。 小满姐姐当然也在了。哎呀！哎，我发现你啊，是越来越聪明了。嗯。来，魏老板真的出现了。我没看见他。 不过宫本大佐的厨师今天特别忙，像是要招待什么贵客。你不会被人发现了吧？没有，你都越来越聪明了，我能越来越笨吗？那你还回来干嘛？你怎么不盯着点儿？
你放心吧，咱们这个魏大哥现在是属鬼的，他不到夜晚三更绝对不会出门。哎，我有点饿了。行，等着我给你做饭去。哎，我饿了。我是说要给你做饭去啊。你坐下吧。走。早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什么？你少废话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大满和小雪的事儿。这么大的事儿啊，整个十八团都知道，就瞒着我这个傻瓜团长。团长，我们做长辈的，不方便打听孩子们的事儿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对这件事儿你怎么想？什么？这到底是阴谋还是爱情？这种事儿不大好说。你见死不救是吧？你说我现在既是团长又是家长，既是亲爹又是公爹，你不帮我，我怎么表态？爱情也罢，阴谋也罢，大满确实该有个媳妇，你也确实该保孙子了。你少跟我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小子肚子里那弯弯绕太多？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这件事您接受是情理，不接受可能就是警报。你的意思，爱情是假，阴谋是真？男欢女爱的事很难用真假下结论。算我没问你。不过虽然家丑不可外扬，我还是希望你把这件事和刘老板汇报一下。明白，我走了。小野队长，这大清早的，您有事儿？赵夫人，赵会长呢？他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有人传来线报，说发现柳青了，他去找柳青了。搜，嘿。报告，没有搜到。
赵夫人带回去。排队。夏夜队长，我去换件衣服。带走。赵惊蛰到底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他真的是去找柳青去了。你们怎么就不信呢？赵夫人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哎，小野队长，您总不希望我拿一谎话来骗你吧？他去找山口大佐了，对不对？哪个山口大佐？你说的是魏大哥吧？那魏大哥早就为天皇陛下尽忠了，这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真的是去找柳青了。看来赵夫人不喜欢以这种方式说话。好，我们换一种。来人，给我打，直到他说实话为止。柳教官，出来吧，找了你很久了。你真的是冲着柳青来的吗？山口先生，怎么找柳教官把您给换出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？我也是刚刚看见您还没死。你说话的样子像个幼稚的孩子。赶路去吧，别暴露了，让人发现了可不好啊。你不可能放我走，你想找到我的影子部队，我不可能给你当拐杖。既然您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确实很想知道影子部队在哪儿。你最好是求神保佑，不要见了他们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我的下场一向都不好，可我依然活着。命运的光环不可能照耀你一辈子。我们都是为了今天而活的人，明天的事儿得能见到明天再说。说得好，看来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人能见着明天早上的太阳。开门见山，告诉我影子部队在哪儿？大日本帝国的优秀军人，不可能让你们这么中国人找到的。做梦吧你！赵金哲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还欠我的人情的。我确实欠了人情，可我欠的是魏德利魏大哥的人情。如果我眼前的你依然是魏德利，我永远把你当大哥，一辈子记着你的好。可现在你既然已经亲口承认你是山口职员，你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侵略者，你残害了无数我们中国人的同胞，我们另当别论了。来吧，开枪打死我吧！别忘了，你的夫人还在我手上。赵夫人，你现在
你是不是想出些什么了？赵清哲确实是去找柳青了。报告。 你杀了我，就等于连你的夫人杀了。来吧，来吧！抬枪啊！抬枪杀了我！来呀！你的手怎么发抖了？啊！ 听见枪声我就赶过来了，你没事吧？韦佳丽，死了，终于解决了。来，冲这儿开一枪。什么？冲这儿开一枪。来。啊！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回去得交差。来了。赵司令，你的任务终于完成了，我们也能喘口气儿了。别喘气儿，继续找。还找谁？魏德利。还找魏德利？ 你到底还要耍什么鬼把戏？走了。哎，去哪儿？回去找媳妇儿。 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本来想跟踪他，连他的老窝一起端了，没想到暴露了。他是我生，跑了。这正好是这公安包。这真是柳青的吗？他曾经是我的教官，我不会认错。小野君，送赵会长去包扎伤口。嗨，大佐，我媳妇呢？ 那份电报和那个公文包还真管用，他们两口子已经安全回家了。哎呀，这真的要感谢咱们破译码的同志啊！只可惜这山口支援死了，不过查找影子部队的线索从此也就断了。是啊，刘征出事之后，影子部队就突然销声匿迹，这不正常？报告。进来。铁柱长来了。哦。 快让他进来。是。刘老板，老铁，来坐。好。清风连的情况怎么样？为了防止意外，
欧阳团长对清风岭的兵力部署做了重新调整。山口的两个连队想一口吞天，没那么容易。哎，欧阳大满进城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？我悄悄地问过三营的副营长，他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，说是肯定看错了。这种事调查起来，真的不能大张旗鼓啊。说是仅仅是因为私人恩怨，就采取了对赵景仁的行动，可以理解。但是我担心的是，他不仅打了维持会，也去过得力药行啊。我们还没有直接的证据，这层窗户纸还是不好捅破。柳先生对小雪到底是什么看法？说。嫌疑重大，证据不足，所以。所以什么？毕竟是赵参谋长的女儿，我们自得慎重。是不是特别难看？没有，比以前更好看了。别哄我了。没哄你，我觉得你比以前更可爱了。你说真话，你能死啊？还疼吗？没事。说实话，当我知道你被小野带走的时候，我特别担心。我担心。担心什么呀？这点皮肉之苦我再扛不住，我还叫什么石公宇啊？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是担心你这个暴脾气一上来啊，这遇见阎王骂阎王，遇见小鬼骂小鬼，这可麻烦了。是哈，这要是搁我以前这暴脾气，我肯定让那小野那祖宗八辈儿的都不得安生。我现在这暴脾气哪儿去了？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美吗？成熟的女人。可惜你不是。谁呀？来了，赵会长。有事儿？啊，有人送来封信，让我亲手交给您。谁呀？多大年纪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年纪不大，看着眼熟，好像是你妹妹，小雪。嗯。小雪，你终于肯来看看你这个倒霉哥哥了。我是来看爸爸妈妈的，顺便有事儿想跟你说一声。是不是出什么麻烦了，要哥哥帮忙啊？我哪有什么麻烦，就算有麻烦的话，我也不需要你帮忙。赵金哲，我要结婚了。真的？那是好事啊。我妹夫是谁？大满哥哥。谁？
欧阳大满，你怎么能嫁给他呢？啊？不可以吗？哎呀，我的好妹妹呀，你呀，你可总能给我惊喜。张宁哲，你别搞错了，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我只是看在爸爸妈妈的面子上，通知你一声。我和大满哥哥现在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，我们结婚是得到欧阳伯伯祝福的，我相信你能得到十八团所有抗日将士的祝福。至于你，我不希望从你这儿得到什么。不过，后天如果你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也不会把你赶出去的。你毕竟是我的亲哥。算了，我这个身份去不太方便，啊，也给你们添了晦气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想请你吃顿饭，就当是送你出门了，好吗？小雪，这是哥专门给你点的香椿炒鸡蛋，你忘了吧？你八岁那年，咱爹娘跟着十八团东征了，你在家里天天吵着我说：“哥，你给我做香椿炒鸡蛋吃吧。”那时候可好玩了，来，你尝尝他们家做的怎么样？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嗯？嗯，挺好吃的。哦，那你多吃点。赵金哲，你什么时候能忘掉你那些个人恩怨，重新回到中国人的行列中？我估计难了。嗯，你想，我自己的亲妹妹她都看不起我，谁还能把我当成中国人？你就这么顽固不化？不是顽固不化，骑虎难下了。不过你哥现在也挺好的，你看，有吃有喝，有家有业啊，过的是自在逍遥，一般人达不到这个生活的水平啊。你准备堕落到什么时候啊？行了吧，妹妹，你哥早就已经过了这个愤世嫉俗、慷慨激昂的年纪了，啊，快吃。不过我最近想起来一个道理，这不要命的呢不能算是好汉，这不要脸的真的算是好汉了。小雪，不管你接受还是不接受，哥都衷心的祝你幸福。怎样的了？鬼才和你再见。慢点。没事。慢点。怎么样，最近好点没有？好多了。哎，我自己来吧。小雪来找你干什么？你猜猜。是投石问路还是兴师问罪啊？都不对，再猜。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逗闷子，赶紧说吧。他要结婚了。结婚？是不是有点意外？不是，他跟谁啊？哼，欧阳大满。想不到吧？欧阳大满？他俩怎么会在一起呢？还有你更想不到的事儿呢。什么？我们认识的这个赵小雪很有可能是假的。啊？假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从小小雪就不吃香椿炒鸡蛋，因为她吃了香椿皮肤会过敏。结果今天我专门点了香椿炒鸡蛋给她，你猜怎么着？一盘全吃光了。没事儿。没事儿。这个人不是赵小雪，会是什么人呢？
少官，怎么是你啊？不是应该魏老板来跟我接头吗？我们已经跟魏老板失去联系好几天了。什么？他不会出事了吧？根据我的判断，应该不会。这几天十一军在找他，共产党也在找他。我估计他是怕被别人跟踪，暴露了影子不对，暂时躲避几天吧。那我们的计划呢？照原计划进行。好。这是攻击目标的坐标图。据我对欧阳尊的了解来看，他喜欢把作战指挥部放在离战场相对比较近的地方。按照清风岭的地形来说，图上的 A 目标和 C 目标都是作战指挥部的最佳选择。我在图上标记了射击点，两个目标都在射程范围之内。什么情况？你有什么话直接说不就完了吗？搞得神神秘秘的，见不得人呐！不是我见不得人，是我今儿啊见到奇怪的事儿了。你们猜，我刚才看到谁了？谁啊？赵惊蛰。赵惊蛰啊，在哪儿呢？我前面查岗的时候，远远的就看他都躲在对面的山梁上，他还拿着望远镜。赵惊蛰到清风岭来干什么？小兔崽子不会想使什么坏吧？老范，啊，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？今天什么日子啊？大满和萧雪的婚礼，赵惊蛰是萧雪的哥哥，过来看看不足为奇吗？是，他是可以来，他可以正大光明的来吧？那鬼鬼祟祟的，他想干嘛啊？他什么身份？见不得那是汉奸会长，敢光明正大的出现在抗日的军营里吗？不是，老铁，哎呀呀呀呀！老铁说的有道理，赵惊蛰来看他妹妹结婚是情有可原的。你呀，走，不是他，宝哥，他拿着望远镜啊。迷信的东西就算了吧。哎，这可不是封建迷信，这是彩头。你们小两口会过得红红火火，咱们十八团也会越来越红火。弟兄们，喊起来，让新郎新娘过火盆。小雪的父母赵青山、韩梅，你们一定要拜。听我口令，你们俩跪下，拜高堂。拜高堂。范院长，啊，怎么了？
团长，赵敬哲来了。他来了。啊，他说，他说，他来参加他妹妹的婚礼。您看这。铁处长，到，你去告诉他，他已经没有资格做赵家的人了。抗日战士的婚礼，不需要一个汉奸来凑热闹。是。赵小雪是假的，我估计是日本特务假冒的。先不跟他摊牌了吧，让欧阳伯伯小心点，啊！还有，这个女人不简单。明白。我发现宫本已经秘密撤回了石谷联队，还有，我路过槐树庄的时候发现村木联队也有秘密调动的迹象，估计是有大的行动，极有可能是冲着香魂岭去的。偏偏这个时候凑热闹，通知各营，按照新的部署，准备战斗。是。老姐，好。大满今天是南关，就别让他凑热闹了。三营暂时由你指挥。是。抗匪作战的顽强阻击，损失很大。大佐阁下，石谷联队长报告，石谷联队陷入。没事了。大佐阁下，山口大佐提供的情报完全不准确，十八团完全没有受到炮兵的重击，我们的炮弹全白费了。打架了！金哥，金哥，金哥，金凤岭打起来了。听见了。我听见，听见，你怎么还在这儿躺着？我现在不能出去，哎，你也老实在这待着啊。打仗不是维持会的事儿，我们只是要给他们收尸就可以了。不是，那个宫本那炮火多厉害呀！啊，十八团不会失手吧？放心吧，欧阳伯伯绝对不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第二次。把鬼子放近点再打。他们的大炮彻底失效。是。还有，通知二营，也把口子张大一点，把石谷联队整个放进来，让他们的机械化部队进山。是。二营，二营。你笑什么？谭总，你这样变阵，宫本肯定傻眼了。我们总算能够一雪前耻了。不要笑得太早，日本人可不是稀松软蛋。路上的黑夜，一瞬间。
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阳光，路上的黑夜，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倾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